其實我會很嚴格的，因為很想認真地去做，所以我就跟校方申請了今次要入這個學系機會這麼難得，一定要千挑萬選的，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audition， 會有一個輪選的工作坊，是有很多很喜歡有興趣或者對戲劇有興趣的人來參加，但有興趣是很容易的，但是真的會見到一些很有 passion 或者很主動性很強的很合適的，才可以正式入選參加我兩夜一夜的劇作營。因為在 camp 入面我就會跟大家講下，其實很多時候覺得自己很喜歡做戲，很喜歡扮下嘢，很喜歡演嘢，很喜歡行出嚟表現自己，是不是這樣代表演戲呢？在 camp 入面我們會做很多演員的訓練，一些基本的課程，其實很多都是跟一些個人的內心的潛能發掘有關的，希望這個 camp 會讓他們真的了解到，其實戲劇是一樣很有趣很有趣的藝術，而且不是只有表演欲那麼簡單就可以成為一個演員的。